以前我不仅干这个，得意，得意，反正还是要得意啊。啥呢？小胡子，小胡子在家里也上班两个月呗，我一到做拉面吃，老是吃。哈，也因为这买布不行。我先想办法买了再出门。都是我以为的呗，你看，车反正都能找到，都是这些租地的。没几个是都没几个，还有还有干啥？重量不是这个，啊，你做工资高一点，你就要用压力压力去打压，啊，我那个腰皮，对吧？嗯，有丁克呢？Okay.